哎，他怎么不跟我过来抓这个家伙？狼人还是很烦哎、居然没有这个配置。有一套不加蜘蛛形态咬子的哦。哎，这个我变成蜘蛛形态没有办法帮他断啊，惨惨的。No， 没 life， 你不要 life。太大局了，大大。快！杀光他们！啊，怎么还有那个啊？啊，这 AD 其实也有四颗头。你的心灵战斗。哦，我嘞。去死！我敢去死 ！Double kill，no！啊！我赶快买魔防了。蜘蛛都出坦装，现在蜘蛛都出坦装啊！一直以来蜘蛛都出坦装啊，其实，在比赛里面的话，很久很久之前那个亡灵战魂还是技能吸血的时候，有蛮多的蜘蛛会出输出装，但是你在那个你在比赛中也比较少看到啊。这里的装怎么看起来有点？好，这样还好。他刚看起来有点可怜可怜的。抽到也没 Q 到，啊！这个老鼠可以收光吗？老鼠，哦，他隐形了，无敌啊！先套无敌啊！好用。没换到，哇！哦，这应该可以杀哦，死了，被他死了，哇、哦！他一刀就把他劈死了，好猛哦！我们要保住老鼠跟凯尔啊，只要能够把 其他人挡在这两个人、我们挡在这两个人前面的话，没几下他们就可以把前排收光了，因为前排只有一个人啊。卡特琳娜她的惊人还没出来，
重来，回到我的 first time。 I 还记得你第一次的微笑，我世界停顿了，瞬间被秒杀。就跟他刚插了一句眼，狼人的那个叠起来了。哦，他的大姐定在我身上了。Anyway， 啊，我这个榜价值连城，我没有骗你。再一个，哎，没有，这个没有价值连城。我刚那个榜到维嘉心坎里啊。哎，再一个，哎，我没中，极限距离差一点。来喽！哎，干，怎么又没中？都差一点啊！我觉得那个飞机他一定吓到屁屁都在抖。你说人生总会有遗憾，要不要现在就让一切重来，回到我的 first home。 他们要 rap 阿龙哦，想 rap 十八龙，他们没有陨落啊。快！他们很有可能还是会吃完。巴龙还有6000，可以打，来了，绑住你，不要让你欺负我家的小。哎，他的这个金人有点靠边。终于中了吧？干，不行。好像来不及打那个，他们投降啦。23 LP。两场韩服，我们来回来打 A 到 Z 吧。哎，我打到了。上次打到什么？那也而已。哎，努努也玩过了，对不对？努努玩过了，再来是欧拉夫了。
努努，再来是先来打一些出来哈。哦，就我拉夫也玩的蛮烂的，不知道要带啥小。Rusty 啊，哎，相信他的功力。欧拉夫就是要带鬼步，但他还跑得快。哎，我都没有欧拉夫的 skin 哎，其实我大概没有 skin 的角色，大概还蛮少。